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This is 顿顿说中文，我是顿顿。And 今天呢 I was thinking because later I'm going to the library and I received a lot of comments that you guys like the like video diary thing, just like, you know, learning Chinese by spending one day with me. So yeah, today I'm gonna take you guys to stay in one of my day and hope you like it. So let's start it. 现在我们来收拾一下今天要带的东西吧。这是我的书包，这是我的电脑，笔记本电脑，还有我的 iPad 平板电脑，还有我的论文。最近太忙了，一直在写论文，太讨厌写论文了。这是我的鼠标垫，放不进去呢。还有我的眼镜，这是我的鼠标，还有充电器，是我的手机充电器，还有另一个手机的充电器，还有电脑的充电器，带了三个充电器，全部放进书包里面。还有我的水杯，紫色的水杯，还有一支笔，放进这里面吧。这些基本上就是我今天要带去的东西，还有个手机。现在我们把房卡拔了，一起出门吧。现在去图书馆，还要把垃圾带下去，带到楼下去丢了。我们楼下是这样，今天天气特别好，楼下这一片，这是我们的浴室，就是我们洗澡的地方。嗯，这边停了很多车，自行车、电动车，现在大概是早上9点多的样子。大家，这边有一个水果店，我们经常在这里买水果。这呢是我们运动的地方，有人会在这里打排球，还有人会在这里打羽毛球。有的时候晚上我和我的朋友会在这边打羽毛球。你们喜欢打羽毛球吗？因为最近刚刚开学，学校里新生特别多，然后这条路上呢，每次就是开学的时候还有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学校会把每个国家的国旗都挂上在这条路上。你们可以看看，可能我拍到了你们国家的国旗，你们就可以告诉我你是哪个国家的人。然后呢，这边路的左边是我们的室内体育场，里面有游泳馆，还有打球的地方，室内的。这样的话下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里面。然后这边是体育场，这些都是新来的学生，是大一的新生，他们今天来学校报到第一天。想想我之前很多年以前我才是大一了。现在马上就到图书馆了，这条路，那今天天气好，所以风吹过来特别的舒服，阳光晒在身上也不是很热，所以刚刚好这样的气温，我喜欢这样的气温。因为北京的秋天快到了，我觉得马上就是秋天了，秋天北京非常漂亮。但是我感觉我马上就要离开学校了，有一点不舍得呢。哇啦，这就是我们的图书馆啦。我们的图书馆很新很漂亮，是去年才建好的，
之前很多年一直是在建，我们去年开始使用这个图书馆，现在呢，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吧。门口呢有一个自动感应门，然后这边是要刷卡进入，用我们的学生卡刷一下就可以进去。进来之后呢，一楼有两个预约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我们需要的座位，然后上楼去找这个座位就行啦。上面有现场选座，然后去五楼吧，然后去 B 区找一个人少的位置，红色代表已经有人选了，绿色的是你可以选择的位置。 OK， 这是我可以用的时间，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去五楼找一下我的座位。坐电梯吧，我不想爬楼梯，所以坐电梯要等一下，因为只有一台电梯，所以比较慢，用的人太多了。今天在电梯里，今天穿的特别的休闲，因为要学习，所以要舒服一点。然后去找我的位置，这边有很多书，大家都可以拿来看，随时都可以借。这边有研讨间，就是可以两个到四个人一起用，讨论的时候不会，这样不会打扰到别人。我的座位应该是在这里，但是我觉得坐下之后我发现我身边人太多了，我不喜欢人这么多的地方，所以我又走了，去另一个楼看一下，换一个位置，换一个位置，没准，可能会去三楼吧。去三楼，五楼去三楼，我选择走楼梯，没有坐电梯，所以我们从这出去，这有一个门，然后呢，走楼梯下去，楼梯。然后我来了三楼，三楼和五楼不太一样，这边有很多电脑，这边也是可以用的。然后三楼人也很多，可能因为刚开学，把我的水杯拿出来，然后开始今天的学习。最近没有更新视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改论文，我真的太讨厌写论文了。然后我的朋友叫我一起去吃午饭了，所以我们就一起去食堂。那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学校的食堂是什么样吧。中午的时候特别热，早上其实很舒服，天气很舒服，然后中午就会很热，晚上又会舒服一点，所以就是这个早上和晚上的温度差别还很大。刚好是中午12点左右，这个点吃饭的人特别多，所以可能去了要排队。进来之后呢，这是一楼，人特别多，所以呢我们要坐扶梯去三楼，这是二楼，三楼的人估计也会很多，因为现在刚好是中午了，人特别多。今天我想吃鸡肉，所以我们来这边点一份钵钵鸡。这边是菜单和价格，选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刷我们的学生卡，哎呀掉了，然后拿一个小票在边上等就可以了。这里有很多纸巾可以拿，这是别人的，我的还没有好。这边呢有很多调料可以自己加，有麻油、酱油、醋、辣椒，这是我的。今天是番茄钵钵鸡，特别香，番茄也是西红柿，加一点葱，我今天加了一点葱，要了一碗米饭，
这是我朋友的饭，是不是看起来都很好吃呢？吃完之后我们又出来了，要回图书馆继续写论文啊！我真的太不喜欢写论文了，我希望赶快写完，然后我就可以拍更多的视频啦。上楼之后先去装一点水，没有水了，特别渴。这边是有很多沙发，也可以选择坐在这里。这是我们接水的地方，也是刷卡，然后有热水和常温水。每天到了下午我就有点不想学习了，特别困，好想睡觉啊，真的很困。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就真的特别困，一学习一看书就困，喝点水吧可能就没有这么困了，但是喝了水还是好困啊。然后我又继续写啦，写了很久，然后开始在这里玩，因为马上就要去吃晚饭了，又是和我的朋友，我们还是去食堂的三楼吃晚饭。今天的天气真的很好，我觉得下午的夕阳一定会非常漂亮。晚饭的时候我们去了五楼，门口有一个蛋糕店，里面有很多好吃的面包，我买了一些蛋挞，然后去里面吃饭。晚饭我们吃的是石锅拌饭，特别好吃。吃完之后呢，我们就去操场散步了。我很喜欢散步，每天基本上都会和我的朋友一起去散步，因为我觉得特别的放松，我们可以聊天，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事情。有人和我一样喜欢散步吗？ OK, now let's check the new words today. 书包，书包 backpack, and laptop, 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 iPad, 平板电脑，平板电脑 and dissertation, 论文，论文 mousepad, 鼠标垫，鼠标垫glasses, 眼镜，眼镜，鼠标 mouse, 鼠标 and charger, 充电器，充电器 so only 充电 means charge. For example, 我要充电 I need to charge. Maybe for my phone, 我的手机要充电，手机 and water bottle, 水杯，水杯 cause 杯子 is cups.And pen, 笔，笔，房卡，房卡 ，card is 卡 ，so room card, 房卡，垃圾 ，trash, 垃圾 ，and bathroom, 浴室，浴室 ，shower, 洗澡，洗澡 ，and bike, 自行车，自行车 ，ride a bike, 骑自行车 ，and e-bike,电动车，电动车，水果店 fruit shop, 水果店 cause 水果 means fruit, and 店 means shop, 运动，运动 workout, and volleyball, 排球 so play volleyball we say 打排球 and badminton, 羽毛球 play badminton, 打羽毛球 and school opening, 开学开学 and freshman 新生，新生 cause 新 means new, 那生 from 学生 student, so new student 新生，国旗，国旗 national flag, 游泳馆，游泳馆 swimming pool and 体育场，体育场 stadium, library 图书馆，图书馆comfortable, 舒服，舒服。For example, we can say, 今天的天气很舒服。Today, the weather is really comfortable. And autumn, 秋天，秋天。Anyone else like me? I really like autumn. 我很喜欢秋天。
And 刷卡, as we said before, 卡 means card. So 刷卡, swipe the card. And reservation, 预约, 预约. And 红色, red. Green, 绿色. Remember what's the color of my water bottle? It's 紫色, 紫色, purple. And 电梯, elevator, 电梯. Cafeteria, 食堂, 食堂. For example, we can say, 我要去食堂. I need to go to the cafeteria. And sleepy, 困, 困. Anyone else like me who once I started to read or started to study, I feel really sleepy, 很困. And bread, 面包, 面包. So remember cakes, 蛋糕, 蛋糕. 你们喜欢吃面包吗? And 散步, a little walk. 我很喜欢去散步和我的朋友一起。因为我觉得很放松。It's really relaxing when you take a little walk, you know. Especially after a long day work, you just want to, you know, have some relaxing moment. 好啦，以上基本上就是我的一天。因为最近我一直在学校，作业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我没有去外面。Yeah, so it's like nothing special, just a normal day.And 现在已经晚上九点多了，我刚洗完澡，我准备去睡觉了。So I don't know when I will edit this video, but when you see this video, if you like it, you can, you know, give a like and subscribe my channel. Again, this is 顿顿说中文，我是顿顿。And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advice for me, you can leave it on the comment zone. And, or you can just tell me what kind of, like, music, not music. Like, you can tell me what kind of videos that you guys want to see, and I will try to record one.Remember, like, I received a lot of comments,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those comments, and I will take them. I will take them seriously. And 好吧，再见吧，晚安。Good night. 晚安。